他们从前参加过白羊教，通过接触净土法门，我们就在佛前发愿，舍去白羊教，专修净土。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去看灵？去看临着修白羊法门的老人家，包括过年过节老人家过生日，这个可以的，他们修的这个白羊教大概也不是政府承认的，可能是属于邪教，有缘呢应当要帮助他们，转邪为正呐，要帮助他们，要劝导他们，给他们说佛法真实利益功德，年节去看看他们，好，这是应该的，你像我们这是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族群，我们要常常去问候。常常往来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帮助他们回头。